刚刚 Hello， 对，先打奖励剧情，然后等一下打最后一关，欢迎来收看呢、啊。我那个 YouTube 不知道怎么样开不起来，所以我先用 Twitch。啊，各种医好大家行。卡密尔超弱的。我不想用卡密尔，他应该说他很强，他很强，但是我就不想用他。除，我有三个啦，三个奖励关卡，而且最后一关应该会蛮长的，所以我最好快一点。除不是敌人，是我们的伙伴。我觉得那个 Dio 他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的青叶被抢走了，然后他觉得很紧张。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。被 NTR 了，真相不是这样，好像不是说他们原本是这个时空的人，然后接触了那个黑洞，然后回到70年，跟青叶连接过的脑波蜕变青叶形状，可怜啊，比森啊。比森没办法连接，我觉得能连接的话还算不错。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特殊技能，本身机体又没有那么强，然后又没有合体技能，整个派不上，超级符合原作。最弱隐藏不是乱讲的，亚战都比较猛，对，亚战回避比较高的，而且就连比森他是敌人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超好打的。果然每一个作品的男主角都比较乐天。青叶，请助我一臂之力吧。继 Seed 之后的一对好基友。我在想他是不是像那个苍穹战神一样，是由那个就钢弹的一个制作组，然后额外出来做的。像之前那个苍穹战神就是。他是好像是 Seed 出来的吧，自古红蓝多稀奇，哈哈哈哈！大拉子，大拉子的对，他红色的，然后安琪是蓝白色，女版鲁鲁修，男版安琪。啊，卡米尔先生，你想要干嘛？两队他们出场次数真的超多的，好像是掌机 C 的是在掌机先出现，还是在阿法三？阿法3好像是2004，
飞进 X， 所以其实掌机还蛮常出现的啊。UX 出现了啊 ，BX 好像没有。然后 D 系列的都有它。D 三哎 ，D 三有吗 ？D 的 D two 有 Destin。D1 应该例外有 D， 让我想起了某个女孩 B 的时候输过强制，是参考 BioKiss 的设计 ，DX 就会变成跟《魔神英雄传》三代同堂，哈哈哈。B 好像也有天使哦，天使与龙。我看 T 好像还其实还算蛮多一些新的作品，有一个画风蛮像那个鲁邦三世的。不过就是那个啦，特级勇者，特级勇者三代都有，蛮厉害的。以前都没有出现，然后一出现就直接连续三代。从以前到现在，阿姆罗，然后无敌铁金刚，还有盖特，三个都常驻。啊，完全不用担心，等一下卡密尔一定出现。啊，好痒哦！话说 B 七真的，他一出场就是神棍机，三个人等于三人份精神，一个人开集中，另外两个人都有。今天把它破台，然后下礼拜 OGS。要不是超时空要塞版权搞不定，想想出 UT 超时空天使与龙。自己的一堆都可以让歌变成武器的作品。哎，董刚有吗？歌曲《天使与龙》我是应该可以啊，因为它主轴其实就是歌嘛。然后超时空要塞系列都那就是的歌本身就是武器，原来如此。不是都说腹黑吗？拉克是粉红切开里面都黑的。超黑 ,yes。暗中保护塔斯克，老恩居然没抓到。你说恩布里欧吗？恩布里欧，那个极限渣男。不过在 X， 我感觉他收的就是有点随便，没有那种魔头的感觉。
有啊，二十个恩布利欧那边真的很麻烦。喂，你们两个打得这么轻松而已，干嘛突然跑掉？战咪负责跟老恩、金爆维基、雷纳德斗智的正是拉克斯跟琉璃。雷纳德啊，雷纳德也算是有点轻浮，然后又很厉害。然后疯狂 NTR 我们的中介，那两个都其实都还蛮讨大家厌的。说真的，那当初看漫画、还有那小说，雷纳德到后面才很后面死掉，然后而且漫画版那个舰长他们不是被干掉，他就只是那个类似于幻觉的力量。干嘛存档？为什么我会跟你是同一类的？我不想跟你是同一类。啊！你是说 B 里面的剧情啊？ B 里面的剧情就这样安排。好吧，看来他除了那个机体部分，然后还有作品重复性以外，然后战斗做得不太好，其实他某方面也算不错。剧情啦，有些好有趣的剧情做得还算 OK， 像我们那个可爱的萨利安，很棒啊。好像之前听你说 W 是最棒的哦，剧情的融合度 W， 然后再来是 J 跟 L1 啊，这差那么26滴，真厉害。 F91 世代的人退于逆下时代还是敢，也很合理。 W 真的好，到时候 GS1 结束，我先换 W。 话说你什么时候有专注的？他和你已经开了。哎，其实呢，我原本是想说让那个路来开，结果他这个奖励关卡居然给我用卡密了。そう簡単にゼータを止められると思うな。ゼータが魂の力を表現するマシンなら、みんなの力を貸してくれ。然后我记得这一招冲锋突击好像是在阿法外传开始出现的。
西瓜兵，西瓜兵，一切，西洛，西洛可被西瓜兵给戳死了。而且我觉得0083也蛮可惜的。Hello， 欢迎来收看120，还没有到一滴啊，一滴才最夸张。力系列好像有加力钢，可是大波力好像从头到尾都没加。他每一次都说下一个会加，然后结果到力三天预分结束，他还是没加。有时候打下去剩下几滴，真的是很懊恼，很苦恼。所以说啊，我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不能把他打死吗？注定接不到拉拉一样，可怜的拉拉，只能说大人理由太多了。我很期待那个0083呢、奇怪，刚刚5000啊，对对对，刚刚是那个援护防御啊，所以才5000。我想说怎么打这么痒啊？骗子是海多久？不过每一次在看那个嗨喵或是喵刚的大绝招、都可以看到拉拉，凤也是。不一定哦，有力刚的好像大多都可以凤，他是隐藏角色。然后可是到阿法外传以后，好像都直接变成他阿法一是隐藏角色，然后阿法外传自动救起来，精神力钢弹啊。精神力钢弹那个真的是超大的，很大一台，像以前玩那个钢弹昂来，精神力钢弹一启动，开始一路上的都被清光，打到基地，然后基地爆炸。这样你真的可以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基地逆下当道。可是阿姆罗已经变超弱了，现在已经是下牙无双，我看我等一下打最后一关啊，一样是下牙无双吧。万代不想卖0083了，一战参战遥遥无期，偷雷。武钢 F91 时代又是不用次元证就不好接 UC 其他年代，对，他这个好像就是用次元证，所以实际上就都一直用次元证去搞定。像以前十几年前机战好像很少去用这个，说什么不同时空背景，顶多就是像那个啦，电脑战机完全接不起来，就必须要用什么时空门。还有那个咪咕啊，当初玩 UX 的时候，咪咕也是直接用那个就时空传送。武钢七人时期，阿姆罗还活着，都70几岁了。等一下，对对对，我想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说到那个阿姆罗，他们不是都好几十岁了啊？我那个时候阿法二啊玩的时候，其实有那个古钢呢，而且还有金凯度，就是七布克变成金凯度。那这样要怎么说啊？因为阿姆罗他们不是都很老，然后夏亚那时候再把阿克西斯丢下去啊，搞不好雷霆斗玉参战还轮不到0083，可怜啊。
地下跟 F91 差到一百年，为什么？那时候没管时代。一战踢了 Kuro 钢弹就没有时空症，没办法。激战踢是要怎么用下去？难不成真的阿姆罗出场是一个很老很老状态？还是说冬眠？像那个阿法外传，他钢弹 X 啊，就用那个冬眠系统，冷冻啦，冷冻系统要好几年以后。话说骷髅钢骨钢，他就只有那个啊 ，X1 全副式装甲改一改。哇，这关其实剧情还蛮长的。Yes。退休。啊，直接硬是拉上来就对了。也是哦，因为好像基本上就作品稍微调整一下，不然的话很难去结合在一起，除非就是时空症。希望到时候 T 也有下牙。 T 有下牙吗？夜鹰啊，他的 map 炮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然后决心开下去，一直连续行动，超厉害的一个招式。哪装？你可以去啊，真游家青叶都在开后宫了，你就进去加进去就好了。野金刚也是退休老兵，哈哈哈哈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